怎么说？比如说你煮面条拌面的时候就可以拌，开盖即食；还有你拌凉菜、拌黄瓜、拌皮蛋什么的时候就可以放一小勺；还有吃饺子的时候可以蘸一点这个。你们喜欢吃辣的，我就给大家分享啊，拌面也特别好吃。在外面这样是十几块钱一瓶了，差不多十几块钱一瓶了。今天在我的直播间，我只需要你们一瓶的价格就能拍到这样两瓶。我十秒钟介绍完了，然后我直接上车。今天我价格这样的话，给到大家一个遥遥领先的价格哈，是两瓶到手是16.8元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上链接。小森，你叫我漂亮姐姐，谢谢，欢迎大家。是油泼辣子蘸的，你们吃过贵州的辣椒没有？贵州我们四川那种风味的，有咸味的，你不需要再放任何的调料了，咬出来就可以了。它是油泼辣子，如果你喜欢吃咸一点，你可以自己加点盐和酱油之类的。16.8元呗，到手两瓶，喜欢就去拍。不说了，我真的是，我昨天的这个情绪还没拉回来呢，今天我就是这样挂着，你们自己去拍，自己去抢，多的不说了。其实昨天你们一直在关心整场婚礼花了多少钱，家人。这个是辣的，喜欢吃辣的家人去拍，你能吃点辣的就去拍。这是辣的，家人们，有辣的，要吃那种不辣的你们就不拍了。有很多广东的阿姨不吃辣的，别拍了。姐姐最大是XXL的，没有另一个码子了。你下一次我分享长款，你可以看看长款。你们猜一下多少钱？你们预估一下，昨天整场下来啊，不管是人工还是现场的搭建，还是那种设备呀，还有就是所有的礼物。人长大不轻松，我后来才知道，孩子会穿过大雨去懂人间的道理。接近50吧，家人们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和所有的礼物那些加起来差不多40-50。确实，但是因为有很多隐形消费，我还不知道，就是我算出来大概价格啊，家人们，40-50。这个钱是有价的，真情无价。为什么家人们啊？这个其实是不想给人生留遗憾，其实也能理解。就是为了自己的人生不留遗憾，我觉得这个叶总确实是有心了，真的是。我问问几年，从头到尾，但是有很多隐形消费我还不知道。我给你们讲，家人们，每一次不管我们，就是我们不管是哪个地方，五湖四海有什么困难，我们叶总都是第一时间献出自己的爱心的。这个你家人们不用去担心，每一次一次都没有遗漏过的，每一次不管哪个地方有什么问题。所以家人们，我的老板真的是个正能量的老板，他带领着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人。家人们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上一次也有过一次呀，也有过一次啊。你们知道吧？在任何时候，我老板都是这个，第一时间带领着所有的员工一起献自己的爱心。我们员工是自己掏嘛，就是他自己就是
献自己的一份爱心，然后也会带领着鼓舞着我们员工自己去献一点绵薄之力。可能我们这边可能每次就是200、300、500，但是他可能就是上万的那种东西，因为我们毕竟就是条件悬殊还是很大，我们员工就是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就可以了。是的，我老板真的对家人们还是那样去善恶有报的，有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我永远都相信。我这还只是我自己预算的，家人们，实际上花了多少钱我不知道呀，我不知道呀，我不知道是多少，因为这是我自己预算觉得应该是这么多，但具体多少不知道，这个也得叶总到时候跟你们说了，我不知道家人们啊，这个低调低调，因为我自己预算的，有可能我数学不好呢，有可能我数学不好呢，家人们，嗯。是不是吉年的妈妈来了，昨天家人们吉年的妈妈来了，说说叶总妈妈，叶总妈妈很有气质，老公其实很给力的，下一次待会儿他晚上才得回家，下一次我和我老公直播的时候你们要夸夸他，他有点社恐的一个人，他平时是不敢的，他平时不敢就是说面对镜头面对什么他都有点害羞的，他昨天真的很给力，昨天就是叶总说，叶总夸我老公说，魏总啊，他开我老公玩笑，他说魏总啊，今天真的谢谢你了，你两口子今天对我的这一场求婚做了莫大的贡献，他说魏总啊谢谢你了。昨天，对，昨天不是家人们，昨天你们知道吗，我们在那儿直播，我们的衣服全部被打湿了，全是汗水打湿了，然后我老公后面换了一件棕色的 T 恤短袖，之前穿的是白色的衣服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老公这个人特别爱出汗水，然后他就拿着两个手机在那儿跑，家人们，现场我跟我老公两个就像猴子一样的，如果真的有上帝视角的话，你们看我和我老公真的是猴子一样的满场跑，就叶总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，然后吉年镜头要对着吉年，因为想让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都见证，如果我们不开直播家人们看不到，所以这一份惊喜和感动，就想要全直播间的家人们支持我们的家人们，都每一个人都能看到。我老公毫不夸张的说，家人们，他现在衣服我给他洗了，那件白色的衣服，谢谢姐姐阿姨，谢谢这个姐姐阿姨，不用送礼物，家人们。我老公的衣服，一个白色的 T 恤，全部打湿了，汗水全部打湿了，后面。他车里面有一件 T 恤拿来换了，家人们等我一下，上个洗手间啊，我真的很快，我感觉我只用了几秒。谢谢阿姨，谢谢大家理解我们。昨天我们真的很，昨天家人们，你们记得昨天晚上是几点？那个时候应该有8点多了。我和吉年到现场的时候已经8点多了。是不是家人们？
点，你们看一下那个时间是几点了？那个时候，渣们，你们没有看到直播的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可以去搜索那个切片录屏来看，你们可以去搜索那个来看。昨天吉年很美很美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家人们，再说一遍，没有点关注的这个地方点点关注。等一下5:30的时候我就跟吉年打个电话，待会儿5点多的时候给吉年打个电话，我问问他，待会儿直播间家人们我们一起问一问叶总现在怎么样了啊，因为他都网上很多人说叶总。那你累了几天皮肤还好好，我最近天天都在敷面膜，不敷面膜我的脸很黄，我如果不敷面膜的话我脸非常黄，我跟你们说，化妆之前出门之前也贴一张，然后睡觉的时候也贴一张，待会儿5:30我给吉年打个电话问一问。家人们你们真的要理解，面膜推给我们吗？也是30秒时间，我上链接，你们需要就去拍。我待会儿要打电话给吉年啊，家人们，30秒我分享我用的面膜给大家看。这是我开的第4盒了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哈，里面是有每盒里面是5片，它是莉莉雅的海葡萄补水面膜，每天我晚上用一张，有时候晚上没用，我就早上用一张，非常的贴我的脸部肌肤，很舒服。而且它是被称为海葡萄深海鱼子酱，它能够深层去补水，改善我们干燥的那种肌肤，而且它是增加肌肤的含水量，让你保存水分在里面。它是八重的玻尿酸，它是那种大小分子玻尿酸，更容易吸收渗透进去。很多它只是大分子的玻尿酸，有些也只是小分子，但是我用的这个面膜是大小分子结合的，相当于你全天水都是脸部都是透透亮亮的。对，然后的话它可以紧急补水，像那种急性子姐姐阿姨，你觉得今天脸很干的，你敷一张脸立马它就是能够缓解你的干燥脱皮，皮肤暗沉。它成分非常温和啊，这样子在外面这样子一盒的话得我看一下哈，在外面的话这样一盒得129，好离谱呀。今天我上次跟大家谈的那个机制也是一样的，今天我是1盒2盒3盒4盒5盒6盒，加满6盒到手6盒面膜。我想一下啊，6盒的话就是几百块钱了，69六盒，然后我再送大家同款4盒，相当于到手是10盒，就是69块钱10盒面膜，一共是50张。来，5 4 3 2 1，上链接，69。到手10盒，家人们，那4盒我已经用了，你们理解一下，我摆不了，但是还是送大家，到手是10盒。上次有姐姐阿姨拍到过，反馈非常好用，你们喜欢就去拍。小胡酸辣粉收到了，好吃，必须的。我和今天晚上经常偷吃酸辣粉。刚才进来，家人们一定不要就是太紧张了，黑粉我们不要去管黑粉，为什么？不要因为黑粉影响我们自己的心情，对不对？待会儿我就给今天打电话问一下。然后这个因为为什么说啊，本来是件好事情，家人们，是不是求婚本来就是喜庆的一个好事情？因为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人他就是羡慕嫉妒几年，觉得他过得这么好，哎呀我又过得不好了，我就羡慕他，我就要去乱说他，我就要去说点不好听的话。我觉得能理解，家人们，有特别特别多这样的人，
还有一些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就是叶总发了朋友圈，昨天晚上发了一个朋友圈。平时叶总哈，他的朋友圈全是做生意的呀，或者什么的一些商业，就是比较商务的一些东西。然后昨天求婚完成之后，他就发了一条朋友圈动态，他说的，我给你们找一下，家人们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对，家人们，60、90和50张相当于投1块多钱一张面膜，天哪！而且它是莉莉雅的，相当于是鱼子酱，深海鱼子酱，海葡萄的面膜，高级，特别高级。我给你们看一下叶总的那个朋友圈是怎么发的，家人们。他说最近叶总的朋友圈，这是叶总朋友圈，他说最近有谣言说我要结婚了，我来澄清一下，这是真的。然后全是他们的美照。就是官宣了，家人们，就是他的发这个朋友圈，因为这个是这个他发这个朋友圈，我叶总的手机里面全是各界的大佬，很多就是生意上的伙伴嘛，然后肯定也有些女的，就是那个手机里面他肯定也有些女的嘛。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的，家人们，为什么这么说啊，就是让那些别有用心的女生，就是可能喜欢叶总的，或者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、嫉妒的，然后羡慕的这些女生，看到，耶，命花有主了，你不要东想了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就肯定吉年也会特别的有安全感，觉得就是官宣了嘛，就相当于是官宣了，让那些人打消念头、歹念。真的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我觉得叶总其实挺会的哈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澄清自己，这里是有未婚妻的，别人不要打主意了，我觉得挺好的，真的支持叶总。好的，主页48小时内发货啊，家人们，真的我觉得挺好的，有担当啊，我叶总真的有担当，就是敢于把自己的未婚妻晒在朋友圈里面，让大家都羡慕去吧。谁叫我们小吉年这么可爱呢？对呀，好的，主页，好的，家人们，你们放心拍，拍了以后的话是，哦，这个面膜不多了，还有5单了，家人们，只有5单了，右下角赶紧去拍，填写您的姓名、地址、电话，提交订单就可以了。谢谢家人们的理解支持。叶总，对，支持叶总。其实吉年他特别有安全感，他觉得就是可能女孩子嘛，就我以前就是一直觉得我老公你一定要给我发在朋友圈里面去宣，我也有点那种喧宾夺主。我以前我老公我就说你怎么不发我照片呀朋友圈，他说发给谁看嘛，我说你发呀。有的家人们提供孕险险的啊，家人们提供孕险险。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不发我的照片，你这样不发我的照片的话，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敢发的，是不是不想让别的女生看到，他就吓到了，他马上就发朋友圈。我觉得敢发朋友圈的，敢把你晒在朋友圈的男人，他一定很爱你，他一定不怕，他就是不给别的女生留余地的。支持叶总，真的是。右下角链接还有3单，家们。小胡，你为什么不回答微信？为什么？这个我不知道，姐姐还是阿姨？这个岁月姐姐还是阿姨？他好像可以支付宝什么的。可以支付宝支付，家人们，银行卡哦，记到了。